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各位神仙大德，各位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咱顶一个吼，讲到这个灶吼，灶有一个足大的功用，哈，灶真大的作用。灶会使化煞，灶会用化煞，比如讲外面有煞，哈。比如讲煞是足重的，啊，比如对于，有这个山头真高，厝真高呐，好，那么咱用个灶的位置啊，用化煞，这个爱咱，以后吼、过去伊咱都另外一章来论这个灶安尼化煞，毕竟爱学只悬空而生，悬空悬空而生物，比如讲外面呐、有山吼、或者火。火，咱就叫悬空而生，升起来火的所在吼，九紫火的所在呢。那么咱厝内底呢，啊，咱灶位啦，啊，放伫八百，放伫八百变，八百为土，外面的火升来这，外面火星升来这灶位的火。好，往往一间厝呢，感觉哦，这真歹大，啊，真歹大呢，咱捌的是啊，吼，咱捌的是啊。啊，咱就真简单，我甲我灶位换一个位就好啊。我比恁一个例，哈，较简单的一个例吼。比如讲。咱饼山任向，吼，厝安尼来，饼山任向，吼，咱这边呢，一栋大楼，吼，西边一栋大楼，十四楼啊，蛮好，十四楼大楼。那么咱山天空下升起来呢，吼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，吼，下升，吼，这个向地就是讲。啊，二入中，二入中，哈、哦，二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哈、哦。比如讲，咱这个厝哈，加一个十四楼真高的厝，好、哦，虽然是两边高呐，两边虽然是高，表面是足好诶，但是诶，伫积温呐。在民国七十三年，到九十三年啊，你坐任山边向的，你伫这个叫做西平面正西的所在啊，有官道的时，有官楼的起来时啊，吼，哇，这照常是哇，极限不灵，吼，火就是火，好，那么火去干嘛？那么咱走嘞，要刷多位呢？好，咱走嘞，刷多位，咱走嘞，哎，哇，伫这个位面头上这个位。灶位换了只，只八百，这位土外面的火，火生土，不是咩啊？火生土是咩？这间厝，管拢管，化煞就掉，还要足简单嘞。以后呢，咱这迄个人间净土功德会啊，啊，所有的参加的会员呐、啊，参加的会员，这个都委员呐、啊，好、哦，我啊到二工啊，我会教各位啊，这个方法。
比如讲，哦，你啊看这个人足艰苦的，病到足艰苦的，啊，还用救一个艰苦的，你有台我都甲改的，你要改一间厝，哪有遐简单呢？无简单，你要改一间厝的，你所讲得开一个月赚的，大家共同无法的钱，我都改救改一间厝，但是无一定解决。有当时呢，你干那一个走位啊，走位的划算，吼、哦，就是哦，外面会，吼、哦，会的，会先的，一向都是安尼。我走，哦，把你租的租房来大家住嘞，好评是好评啊，你刷一只住嘞，这九宫分到高价安怎，你要住嘞，安尼来就刷呀，足简单嘞，吼、哦，所以我的发呢，我的发是足侪啦。哦，这些哇，我真研究地理啊，哇，唔是诶，吼、哦，真简单的话，啊，过来呢，比如讲，台北阿南，比如吼，台北阿南吼，清楚者，台北平，哈，啊，台。这一栋大楼，大楼，虽然是两边，哈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，那么这里刷起来，你表面讲看真好呢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。七八九，好，这说方位就是第九的是九子救济会，救济会，哈，会这栋厝表面是楼顶是足高的，哈，真好嘞，两边好嘞，但会缺金，会缺金很讨厌的，会缺金的时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爱换，走位头前，那么头前未看的门家做走位哪会使呢？未使的。那么用一，好就一百呢，好一百水呢，滴滴走位啊，一刷一火平，即搭来，好，加水啊，为水的，水吸血，好，那那底加这造车呢，刷一加来呢，变成避水，水的外面是血，水吸血，嘛又个化掉去啊，化去啊，哎，我都化掉去啊，好，迄只呢，要个好升多几摆，咱只呢是二是二啊。哦，就摆起来是二。那么是浙江呢？你来这走一只嘛会使呢？这嘛好，这拢会走一只拢会使。所以各位啊，研究我前面说吼，迄个哦，两边足好哦，嘿嘿，先生啊，两边好啊，你有当只毋是真正按两边好诶，吼、哦，不是绝对好啊。咱台中市警察局，哈。台中市警察局的，这个哎，两边过去种大楼进展，照讲爱做烂的呢，结果呢，根本不灵。哈哈，迄个五路偏红莲的鱼，一件搁一刷嘞，对面起栋厝足高嘞，起栋厝高嘞，甲是火车两边起栋足高的火吸金，哈，你若有一个成果呢，啊，就搁在无偌久啊，搁一层呢，搁甲你破掉的，就搁玩过一撮，又搁哦，乌沙沙过来啊，内底呢，哦，就感觉真侪代志嘞吼，感觉特地地够济，好，迄就是讲良平关，哈，良平关，或者讲有好平关，好平呢，哦，好平足关的呢，那假使你火星的时啊，你用个走会当平衡，用个走会当平衡掉去。真好要领，嘿，咱即阵嘞吼，叫继续过来讲，即、這个灶吼，今日灶空不冒烟啊，是故灶位不论向，哈、啊，都正都我地主啊，灶路吼，国庆甲问讲，老师啊，即迄个现在的灶无青烟吼，位置吼，爱现讲会青会算伫倒位呢？第一，就三弊不要，
那五黄不要，这两个想过是买。好，五黄是瘟疫，瘟病的胃，瘟病胃五黄的胃想过是买白血糟。啊，三弊的口舌擦拉青，好，咱就叫做横空野心生的胃，好，黑的安那来的哈，啊，就是讲想过是买，嘿。若是有一天，我若有时间啦，有时间，我就等下来写一挂册咧吼。啊，不过好像这时间咧，迄毋知当时才有闲。吼，写而且固定一本册吼，走位啊，是啥物样个走册，都也用袂使。吼，那我希望我有这时间啦，有希望有这个机会啊，吼，来讲来写这个，那安尼来咧吼，哎，可能那袂歹，吼袂歹。啊，有一天若有需要咧吼，各位啊，啊咱咧。哎，然后需要了哈，我会送各位，好，不过现在这最起码的条件，各位读个熟，读个熟嘞，讲过才记个熟嘞，就咱用哈。自己走，不论向自己走，靠走位靠窗门啊哈，咱拄则讲过啊，走位好么窗门啊，哈，上下厕所化粪池啊，面顶下面莫化粪池嘿。莫犯地，穿破脚蛋更不宜啊！这一种说，咱的脚，咱的向出去，脚向出去，这片壁壁，这里就拄啊走位，哈！咱脚向出去，脚尾拄踏着走位，啊，脚尾踏着什么位？两项吼，拢未通。咱脚尾，莫踏着什么位？别人落座坐向安尼，咱脚困困安尼，徛咧三两斤咧，嘿，你加起，你加咧带袂调，吼、哦，这爱注意，脚位莫插什么位，而且咧走位啊，脚位咧唔通插着走位，你脚向着走，这袂通。咱就是信徒啊，伊脚拢甲咧碰趴，几年趟去碰趴，碰趴十多年，甲咧碰趴，拢脚一过啊咧，拢碰趴，啊甲咧烧。啊！我阵是医药社伫台中医药社是熟识啊，熟识咧。啊！我去遐看厝，哇！你这吼，你拄脚困的吼，脚拢困着打落这打落亚速路啊，所以你脚底一点碰趴。伊讲这结晶饼，我赶快，紧的，你刷面头一刷下，只要刷了脚碰趴好，无污的话咧，药也无偌好搞啦，无偌好搞啦。所以咱脚啦，莫向着走位，莫打着走位嘿。啊！走后尾打转，莫打转不停啦，害得家中你菩萨啦，咱这查某人拢女菩萨嘛吼，哎，将这个受苦不堪忍啦。咱若比如我只走咧煮饭吼，啊后壁呢吼，拄啊哩莫打直直胖，直直加直胖，抽水莫打直胖啊，嘿啊洗衫机啊胖啊，嘿咯，查某人啊吼，是你家咧头壳一直去心去惊吓，一直去惊吓，头壳啰啰，吼困未去，头壳去啰啰，心就去惊吓，安尼来咧，一直伤着。灶在不分跟狐狸一样了，那灶位啊，直接叫做西湖那面顶啊，狐狸早人受灾殃，黑工油板啊，提不停啊，吼、哦，你的老火啦吼，你、哦、这里油管啊，赶未停啊，吼、哦，可能一家你煮贵啊，速速改善出苦力啊，吼、哦，叫啦，大家啦，那有拄到这个现象啊，灶位紧来刷位去啊，早人啊，吼、哦，咱早出早人啦、啊，提出这苦海。啊，过前过后才是对啊！咱唔能讲啊，迄、那个前后才是对，只过中间是虚伪啊。有个人啊，吼、哦，敢若讲我厝装好水水，装好水水，哈、啊，事实咧，啊，什么我都无信啊，啊，信也未信。但是问题发生到位的是你无信，你袂使咧，哈、啊，伊袂使咧。哦、啊，这情形就是讲，厝前厝后啊，你迄个叫做。你甲你过头前创水水出后壁，早人做饭的位啊，你嘛爱注意，大家爱注意嘿。人食有嘴无尻川啦，咱一个人啦，嘴老尻川，爱嘛爱后尾门，后尾门厝的后尾门。各位开后尾门的方法，吼、哦，真简单。好门一摆，后尾门开两边，两边一摆，哎门啊开好门，安尼尔，吼、哦。讲伊，我捌去看人厝咧，吼，去这专门看人厝咧。啊，伊讲哇，我是什么名？厝门开爱啥后壁开啥名？小浪堂，唰一过，
还没平安。好、哦，前门一摆，两门一摆，开虎门；中门一摆，开龙门。无要紧，中门一摆，开龙门，可以，卖开虎门。啊、哦，你若虎门一摆，开龙门，安尼呢？好、哦，这一个简单的法，简单的法，嘿。啊，而且呢，实际的法就是安尼。哎、啊，安宁心情大事保平安啊！所以咱这厝的厝啊，后楼后尾门呢，吼、哦，但是袂使，不能心存歹势，袂能心情歹势啊！哈、哦，保平安，世人子弟情谊爱清气啊！咱世间的人啊，即摆人一般甲咱头前爱变好清气清气安尼尔啊，未知后伊清气是智慧，咱厝后啊爱变好清气嘛，爱清气，厝前好清气，后壁嘛爱清气，吼、哦。后壁无顶到弯钩起叉，无顶到沓沓滴滴乌乱乌乱顶，啊后壁咧饲鸡啊饲到鸡屎变那那那只垃圾，啊垃圾你无要紧啊，隔壁厝边头尾环境卫生共影响着，啊损德，吼、哦，除非你家己带砖骹，吼、哦、你后壁安尼饲做你饲无要紧，我出去常常看厝咧，厝前看到哦足清气，后壁咧啊弯钩起叉，饲猪啊饲狗啊饲鸡啊。啊，饲甲个物件顶甲歪个时阵，拖甲小小，含要落个就起问题，吼、哦，要落个，你看看落个倒一摆咧，啊，来这个易拉啥物啊，吼、哦，甲咱中头前啊，我讲这虚伪的人，虚伪的人，咱甲再看卖，头前变作生意，后壁变头变人拢虚伪，看面相你就知啊，过前无过后嘛，所以老早啦，这个过前过后才是伫只叫只个中庭是虚伪，可能过头前面头中庭是客厅。吼、哦，啊，甲头前一个头前空地啊，吼、哦，咁要臭水水，后壁咧垃圾垃圾，迄虚伪。啊，就是讲咱人头前咧穿甲水水水，西装穿咧，裤啊落咧挂咧，大裤大二裤大伊是夹咧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啊，你卡邦挂足水诶，还是挂足水诶，好啊，头先就挂个头毛，啊，落下安尼金金诶，啊，内裤再夹咧大五千，一条五千块，吼、哦，啊，金色色拢拖到我方看。结果咧后壁，歹代志做一大堆，遐欺骗者，全在欺骗人。现在社会啊，迄阵咧，后头遮一寡什么，较早什么投资公司啊，你看遐头家做头家，拢穿甲偌水偌撇的，穿迄个穿新配鞋，一双配鞋，我一万块。哦，我一万块，我看都无咧结单啊。我穿一台六，一双六百五十块，四十万金金都袂使偌水安那。哦，啊穿甲安尼。哦，我叫一个说，叫一个开，啊，你花倒咧找无人，哈哈，钱啊，大家拼死提互开。哦，迄、那个头家哦，足有办的咧，足有气魄，足有烟斗，足赛车，足个手都挂落咧啥？你提互挂咩？你提互挂咩咧？啊，结果来画面人你浪干哦，你找无人。哦，阿咩个咩干咧？所以咱人啊，无耻无智慧，真的，那不是跟人讲怪异哦，嘛表示咱了。这个人都看哦，感觉穿甲真漂亮，真舒适嘞。就你甲你这想一办法，你甲你过。啊，你嘞，咱就想哦，这个人这尊敬是哦，阿弥陀佛，这咱佛祖化身，这好不？这一个月一百万嘞，有十万化坛。还是二十万了，就三个月就转滚了，才好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一万块，一万块嘞，啊，这个啊，第一届交五千块，第二回嘞，可能领两千块，等下第三个月领一千，领三千，啊，第个又领一年，啊，这后人较戆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，这无笑伊嘞，是咱的虚伪嘞，咱家己虚伪嘞，虚伪嘞，吼、哦，爱民主嘞，想哦，安尼看。看人啊，甲你看悬无看低，看了穿水的，你就感觉这个人就是真真正正哦，这个就是会开的。我跟你讲，会开脚靠脚立一脚的人，互你上一课哩，靠脚立一半个呀，残脚啊，残脚互你上一课，靠脚立一半，啊，辛苦了，去金蕉岭啊，弄金蕉岭去啊，吼，迄个互你上一课，你袂骗人，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。唔知昨昏啊，我地主啊，吼，甲问讲，老师，奇怪，我看佛祖菩萨拢脱下脚，
吼、哦，很简单，两个道理。一个道理，较早嘞，佛祖修行吼，啥拢无钱，无钱无钱要买皮鞋，所以无穿皮鞋。吼、哦，而且嘞呢，就是佛祖嘞，伊讲这个人爱脚踏实地，啊，不要隔靴搔痒，吼、哦，隔一层鞋嘞，都是喵喵叫啊，啊爱脚踏实地。所以你看，佛祖嘞，观音菩萨拢脱下脚。叫咱脚踏实地啊！哦，咱若唔脚踏实地，干那看到哦，人相较好嘞，我就见了哦，来安尼趋之若鹜啊，安尼看好着。啊，人讲，哼，啊来，迄阵当时到做公司的时啊，咱迄阵信徒几啊组嘞，参加几啊组嘞？啊，伊讲，哼，我咧公司偌赞得起，我这总经理吼，当处长，吼、哦，我穿到偌撇嘞，车塞。面子也偌济啊，衫偌济，好安都偌赞的呢。伊讲啊，恁咧较无钱啊，迄较无钱啊，恁头家较无办呐。哈，带去我恁遮有够破，恁遮有够破，恁若倒靠桥，你就知影。好啊，结果嘛是讲，伊是讲老师咧万度，讲老师咧万度，万度伊讲惊赚偌钱啊，侥幸啊，看咩啊？啊，跳到倒靠桥的时啊，讲怪老师都无闲讲。哈哈哈哈哈，这就是咱人这面啊，重面子，死爱面子。这是虚伪的，哈、哦，只顾前无顾后，哦，甲你看到就是好诶，无看到伊后壁，无看到这个人伊后壁如何，哦，咱爱看这个人头前，就是伊后壁行为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会经啊，阿弥陀经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啦、啊，东方有佛，西方有佛，南方有佛，北方有佛。上方有佛，下方有佛。啊，然后呢，上难信佛的就是中土娑婆世在世界中土嘛有佛。好，那么呢，你爱看一个人，你嘛袂使甲伊看头前，甲伊好啊歹。你爱看伊后壁，看伊后壁好啊歹，然后看伊左边有佛安那，正边嘛如何？啊，上面的如何？脚踏实地哦。然后再看伊心。野心有无？所以啊，咱伫道场咧修行啊，爱自动自发。道场诶所在就自动自发，伫互咱训练自动自发诶所在。所以话啦，去道场呢，第一诶方向为着避难。哈，我想做咩？我咪遐啊，伊想找一享受者啊，无人约，无人催，啊，迄毋着遐。啊，过来咧，为着去道场咧，想啊，我来遐互做保庇。看你无去保庇佛祖，你要去佛祖保庇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么过来呢，咱爱道场呢，就爱自动自发，我来训练家己，无人好管，无人能管的是训练家己，是咪自动自发？我按部就班的做功课，做功课，这是道场家己对内心锁起来，安尼去道场才有意义，吼、哦！侬有人爱去道场呢，有人看呢，主持有地呢，吼、哦！哦，就足认真。啊，主持人也无得咧，翘下恁嘴手，哈，违背良心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无意思，安尼咧去道场就无意思，啊，安尼不如去大工厂，啊，直接要他，要他吼，薪水较有几间谈话，吼、哦，所以道场训练家己，磨练自己，咱人来世间来投胎时，家己欢喜感恩落来，啊，要落地狱嘛是家己欢喜感恩落地狱的，家己欢喜落地狱的哦。无人甲你杀你哦，啊！家己诶，咱一讲倒去呢，嗯，哦，我都安怎安怎，看完算小算算，无好，好啦，我咧每一工啊，反正都100分呢，伫倒位；90分呢，伫倒位；50分呢，第甲第几点？啊，写写咧，啊好啊，家己分数甲你拍拍咧，系啊，我爱家己去啊，自己下地狱，家己个苦因果，所以道场上好诶所在。啊！但是道场呢，足侪有冤有债，拢来道场了，拢来道场了，哈、哦。那么伫道场诶，无论伫即块对道场啊，哈、哦，咱互咱训练，自动自发，咱的精神啥佛，要成佛，要成就佛，对内子呢，内底咧磨家己，磨外面的家己咧，啊，把所以有个人啊，看到扫个啥扫涂骹，感觉就足好多啥，足个嘿。扫涂骹，甲拜佛感觉扫咧，就是伫目睭伫看心，安尼就是拢看心，吼、哦，看心自然将垃圾掸掉去，扫掉去。所以去道场诶，嘛是安尼，顾前爱顾后，
顾前顾后，唔通干呐顾前看虚位。啊，安尼来，咱就枉费去道场，伫滴遐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若是讲咱要道场的方法，迄就是讲啊，要磨练家己。咱国嘉义，或者嘉义行善团何明堂先生，吼、哦、何明堂啊，即伊内底咧，见啊礼拜日啊，拢两三百个人，三四百个人，阿婆嘛有。上济一个九十一岁，九十一岁，伊嘛照常要甲人打，甲人迄个查某阿婆啊，足惊讲话足大声，然后问讲，迄、个阿婆啊，你若要怎会，啊你莫做，无，我要做，我人做是做我家己个呢，我是安尼听别人叫我莫做，我莫做，做是做我家己好个了，表面是我爱别人好，是为我家己好个了，好，九十一岁阿婆佫照讲，这是为我家己好个了。在这边，啊，规团两三百人坐在桥，无人讲，啊，我家挂物件、摸物件，个人摸，啊，一来桥起来就先出啊，吼、哦，遐侪人咧，结果有八万外个会员，啊，有钱的就去拼，出钱无钱的呢，去做啊，伊我有钱来讲，我无爱，我咧做义工，所以出钱的功德咧，加一个做，用咱的身体啊。用咱的身体的去磨的功德，比出钱功德加大几啊百倍，大几啊百倍。分啦，当时啊，分啦，当时开悟了以后咧，甲咱讲一句话，伊讲咱用咱的身体来做工课，做所有工课上大功德，因为啥？身体的重咧，就是供养，真真正正供养。身体重就是真真正正的供养，供养佛，用身体来做功课都供养佛，吼、哦，所以佛啊，讲咱啦，用身体那去做回馈社会的功课。那么有当时咱道场呢，咱就去学一个法，然后了有一天呢，才来回馈社。然后再去这个法师嘞，哈，这个出家僧啊，伊讲老师，要叫做修行是安尼嘞。我的结论啦，还未开悟以前啊，要皈依佛；还未开悟以前皈依佛；开悟以后嘞，皈依僧。算哟，奇怪，啊，大家都拢皈依佛啦，不然要皈依僧，一直想，就是哦，老师，啊，我想到啊。想到我想啥啦？我爱来，我若开悟以后呢，我爱来皈依遐出遐高僧大德。我咧错误呀，伊讲唔对呀。你阿无？你开悟以后呢？你爱上依所有的众生哦，都皈依僧啊，爱皈依你所有众生、所有百姓、所有人。你爱上依因缘，你无我成佛以后呢，我做诶，阮兜恁兜啊，做死我不管。哦，伊只含着。阿弥陀佛，安尼我感谢，我今日起来，叫爬上山了，今日无爬走，我拄着宝，拄着宝。本来，我的想法甲提所讲的，就是讲，还未开悟以前，爱皈依佛，认真修行，咱爱皈依，就是爱向佛的大智慧去寻求，去学习学佛。然后呢，以后呢，咱开悟以后呢。啊，叫做皈依僧，皈依成僧僧呢，成僧为人，好、哦，僧呢，好、哦，精进为人呐、啊，好、哦，还是现在嘛是讲。现在为人，哈，所有有情的众生，哈，皈依僧，咱爱属于众生的，
莫讲干侬家己个，吼、哦。就意思我修行呢，修行结开悟以后呢，咱爱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诸佛菩萨呢，诸菩萨呢来属于众生，来普度众生，帮助众生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哦，皈依经。各位啊，咱爱将这个真真正正的意，咱爱禅境、禅境，咱爱悟的，爱体悟。那安尼嘞，咱嘞修行才有目的。那无嘞，不如我来工厂嘞做行规，哈、哦，也是卖这物件，嘛会当广结善缘，哈、哦，安尼也是。所以咱嘞悟了要皈依众生，这点。那么拄只讲东西南北上下拢有佛，都是佛。就是智慧，佛叫做智智慧。咱若看一个人，咱无一定看伊正面，看伊后壁在做个工课，是毋是？照实在，真正呢，正面在讲到就足济嘞，后壁呢讲个啊，比做个呢，结果千万倍，啊做个无一项，吼、哦，那么真是安尼。那有人讲啊，环保，哦，咱个怎么在道场庙呢？吼、哦，来参加环保个运动，啊，餐厅当环保。结果袂真袂咧，山咧愈一大片，哈，愈山愈大，愈到咧山崩地裂，厝边头尾水拢也覆盖完个是山。嗯，啊，即个讲，即安尼在讲环保，两回事。啊，看有一挂道场啊，伊即个起个时，好覆一大片咧，水土保持个无先共顾好，厝边头尾水先共覆盖几大片，安尼咧都唔是啊，安尼是讲个甲做是两回事。哈，两回事。那么这点呢，咱爱注意。啊，要呢，后下吼，道场呢，咱就起起来就，哦，我起起来呢，吼，想我爱附近的宁静，哈，安静呢。啊，结果呢，唔知三步四步步干咩，啊，含地方去烧过，舞一阵糖，起码有，哈。那么咱就只个看了头，就无看后边。那么有一个小姐啊，哈，小姐，老师，你看那个男朋友好不好？我教你方法，足简单嘞。相亲的方法，无论相亲查甫拢好啊。啊，你看新妇啊嘛好，看囝婿嘛好，正面看缘投无缘投，漂不漂亮，帅不帅？啊，后面呢，看是咪做的实在做的。好、啊，讲的哦，我对你很好，后边是咪再约会耍，后边佫含别人约会啊。好、啊，我只有你，没有你我不行。他的离开了头，我都等你。嗨，我要别人，我要找别人啊。吼、哦，做个甲无共款。那么左手呢，左手呢，看伊个亲戚，吼、哦，看伊个厝个人。哦，我来嫁伊一戴一口罩，我是咪厝个人生活方式，我都接受，比如啊，我来嫁一口罩，我都佛教徒，我来嫁一口罩，伊都基督教徒。那系啊，我来嫁伊，是咪？我都基督教个法，我都接受无？那无呢？我要家乡，你唔家乡，一个腔啊，一个戆啊。啊，都做遐，唔是吃唔到，吼、哦，去个动干股。那么呢，所以你爱了解是我家庭生活环境有相像无？啊，是讲呢，那我啊，我的生活这口罩呢，伊都拢食菜，我若爱食鱼食肉，你我计遐要甲伊苦冻了，你叫我食菜苦冻了。啊，是讲我食菜，啊，计这口罩呢，拢食醋，我去叫人全规家伙啊，拢食醋嘞，叫全个煮只花食。一定免偌久嘞，常走一路，阿公某一定去翻木，一定走一路。我看过看，有够侪拢是安尼，有够侪。吼、哦，为着这食的问题嘞，吼、哦，好甲格格不入。然后正平伊的朋友，吼、哦，海交朋友，那交朋友伊就足爱啉酒诶。好啊，若要戒无要紧啊，要戒吼，你伊若朋友啉酒嘞，你爱我就接受。吼、哦，朋友若要应酬嘞，爱啉酒，你就甲你，我到你甲伊处理。哦，那无咧，朋友咧，哈、哦，伊拢爱饮酒诶，你就无法度接受，你就卖爱考虑诶。啊，是讲啊，这朋友咧拢爱跋，嗨，我当初我要嫁，我都去上车跋，啊，你搁嫁，你咪甲你自找麻烦，到尾一定无偌久咧，去当干哥就煞诶。哈、哦，头壳顶咧，祖籍，好、哦，有诶人咧，我阿爷是大人，吼、哦，阿公是有只歹习惯无，阿摆咧。你若嫁去结婚以后，是毋是讲哦？你若听人讲哦，阿公阿妈阿公有啥歹习惯，老爸有啥歹习惯，你我都接受哦，我都接受哦。好，你就结婚。啊，
脚呢，是不是脚踏实地有转过无？有扛过无？哦，扛过呢。即摆来约会时啊，就讲好，我扛过公司路头间名片，印的内底几十项，印几十项的题目。结果呢，甲一详细调查呢，电话呢，卡去了，有啦，有这个人，结果唔是。好，扛过实实在在无？无实在。那么这六项呢，无了要心，是有自卑心无？是毋是了了看人不起无？哎呦，因到遐散安怎咯？我到遮好牙，吼，我到遮好牙，你见了，你就爱听我的啥？足侪这现象，但是诶，真侪查某囡仔呢，咱遮结连遮侪查某囡仔诶信徒呢，拢是戆起啊！一旦爱上他，什么都不管，啊，等到结婚了，伊后来才爱杂杂，吼，这安尼咧，顾前无顾后。顾前无顾后，敢若看到虚伪一面啊！故意常爱就爱家己较小心嘞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若无有嘴无尻川啊，咱万人代志啊，讲话一定爱留一个退路，一定爱留一个退路，吼、哦。你若无一个退路啊，家己一直逼到无路行，无路。那心情大小不平安啊，好、啊，这个世人一滴情意爱清气啦，未滴后意清气是智慧啊。所以啊，咱知咱老早咧提醒，如果咱个知影头前爱清气，个知影面色少清气，后边耳后边全垃圾啊，吼、哦，还是后边较大片的全垃圾，吼、哦，头前清气清气清气，后边的外国是抓，个咧看头前看好看，后边的外国是抓，有个人咧穿个足水的。结果所做的工作呢，违背社会，违背道德的道德良心，违背道德良心，迄嘛是干呐看头前清气啊，后边呢无清气，吼、哦，厝到大足水呢，是一个一条道德心都无，嘛足济，比如即摆真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都车驶足大台车足水的，一台是几百万，结果呢，迄个物件食食都为怎个好谈，阿公啊。啊！你讲啊，就甲等你外口，有够无良心道德的。这开只车，吼、哦，这开车开足水的。吼、哦，那我一个台中国公路中央大厦边啊，迄只开面头咧735呢，哈停咧门开开咧，管啊咧甲断咧，迄腰部骨够，佮提车佮扛咧，一个管啊一大拉三百台扛路中，车都会驶走。我这个人这唔知什么，有够无良心道德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人啊，咱这人啊，即摆社会台湾足济即个环境卫生啊，都是啊，后门不得去。我顶几工我等下都搬哪一个开新车、新货车嘞，往来行，往来等咧人家靠车咧在等。我到后边，我咧身边啊无，吼，我看我，假使我心里遐么叫作浪的，到尾我干咧去，我假使去咧身边啊在遐过，那无伊干咧在，吼，直接弹出去，塞遐水的车，所以咱台湾人啊。好、哦，这面真真正正好呀！咱台湾人足善的，爱注意，实在足善的，唔是好呀。好呀，唔是你讲有钱、有开好车、住水厝，唔是安尼。心灵上的好呀，才是真真正正。心灵上的贫乏比啥个善，因为心灵上若无道德良心啊，真紧就败，一定就搁善嘞。哦，各位啊，该爱注意。好、哦，咱啊。会当做对日常生活来做，吼、哦，唔好干呐顾前无顾后，迄就变无智慧。好、哦，有当时我讲，台湾人足好个，我无认得台湾人好个，我认得人台湾善，台湾人只足善，贪婪，吼、哦，是台湾人善。咱若身为啦，以佛门弟子啊，咱爱家己重新来做事，家己重新来做起，家己来做，唔通哦，迄个，家己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做一歹模样，做歹模样。好、哦，后院白虎，乡神宜安静啊！咱一间厝的厝后咧，吼、哦，好平的，咱一定爱安静的，厝平后爱安静，唔通讲安尼吼，乒乒乓乓在弄，吼、哦。白虎后院白虎咧，就是咱人的后面啊，头前讲的足好听，后边咧，后面白虎乡神咧，乡神爱安静，咱啊。后壁之前爱好伊，头前讲好听，后壁出头步数满世界，步数真多，
哦，头前就哦，我买啥拢买啊，买啊，后壁咧出头就来啊，后壁出头就来啊，好、哦，安尼来咧，叫做凶神，白虎凶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唔好将这白虎凶神呐、啊，咱唔好压起来，咱压掉，压个二掉的，吼、哦。摸头前啊，讲一面，后壁讲一面。车辆之风，喜神最易当啊。咱厝后后壁咧，咱若洗衫机摸大，咱上好都落厝后后壁。后壁若只叮当咧，拢爱在凉平、好平，爱安静，爱安静。吼、哦，这个佛啊，甲你讲，这个禅，这个禅境，吼、哦，这个禅。所以咱这个法啊，老祖甲咱带这风水真经之法啊。好、哦，迄是当时啊，算今年啊，好、哦、一亥年正月二四日一休日啊，好、哦，迄时阵啊，我伫天坛顶咧一直伫写，好、哦、一直看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看，一直写，会写的时啊，记录啦，记录到这所在一点都五时啊，五时，哈、哦，这未时过未时啊，五时过未，一点二十二分，迄时阵伫写的时啊，看咧天顶啊，天界啦、啊。高尾龙，高尾龙直接牺牲一粒珠，红记记的珠，高尾龙在抢一粒珠。像迄当时哦，我嘛奇奇怪怪奇怪，高尾龙抢一粒珠，是毋是天下都要大乱啊？哦，天下都要大乱。啊，我一直下下在顶咧，在那时阵咧，我顶下来静静啦，看一就是九条龙在戏珠，安那去生一粒珠咧。啊，事实上就说变地球。说变成圆滚滚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圆滚滚那是啊，开始地动，哈、啊，开始在地动，哈、哦，一点二十二分，哈、哦，一月日正月二四日，哈、哦，一亥年正月二四日一月日嘞，就是迄一波一点哈二十二分，哈、哦，这真惊啊！我对头到尾一直写，写到这时阵嘞，开始地动，啊、哦，这时阵啊。伫天坛坐东向西，坐东向西。啊，那为什么坐东向西呢？不坐东呢？先天卦，吼、哦，先天啊，这先天哈、哦，啊后天的哈，啊后天的哈，呀、啊，是后天，哈、哦、啊，因为是咱天寒呢，天寒是坐东向西，天寒是坐东进卦。进为当正卦，正卦正为离，进为离，哈、哦，进为离，啊，都写到这时阵了哈，写、哦、到一点二十分的时啊，开始地动，啊，这时阵啊，我坐东向西，坐东向西嘞，来相应，相应就对，哈、哦。这个震为离，哈，震为离是地动必震，哈，坐东向西，东自坐东向西嘞，向西为木，坐东啊，东为木，东为木，木是光明，光明是光明，哈，是智慧，木是智慧，是智慧。那一刹那之间呢、啊，王禅老祖呢，讲到这个时阵啊。讲到这时阵啊，开始地动，
哈、啊，开始地震来相应这个法，哈、啊，开始地球地震了，就是、因为是九龙，哈、啊，九龙啦，四珠九龙，四珠啦，啊，九龙现瑞的原理，就是安尼，哈、啊。中央为司令啊，中央为司令，就开始去讲啊。这个线了，中央为司令，咱一间厝的正面、正后边、正后边，吼、哦、为司令。日有灰楼灭莫大，水塔动太不啦。我假设咱一间厝的后边、后面啊，那有灰楼莫大、水塔的动态的物件啦，必向专家头脑，吼、哦。腰啊，腰脊骨腰，脊甲肾，腰甲肾，哈、啊。后门开放，前门不相对啊。头前开门，后边不相对啊。好、啊，卖小浪淌一条咯。哈、啊，处事千古流传，哈、啊，又失传。这个法啊，自古以来啦，哈、啊，自古以来啦，较早流传落来，但是佫失传的，因为过去。一寡吼，做新生啊，吼，一寡新生啊，简单的秘法啦，吼，拢留起来，怎啊避起来？啊，凡是讲古早的资讯较无发达，无像现在呢，遮尼发达，无像现在遮发达啦，吼。那么呢，咱呢，即摆都要了解啥都较济，啊，古早凡是都无发达嘞，就安尼呢，可能呢，很容易就断掉了，真容易就断掉去啊，吼。所以咱一间厝厝后厝前啊，吼。厝前爱好，厝后嘛爱好势，吼、哦，唔通讲啊，这里、考虑一项。那么现在呢，各位诶，咱各位来看这条、个、说，我这本书写下呢吼，后院吼、哦，第几页哈？哦，第后院篇吼，后院篇。啊，四十三页吼，四十三页，这本书后院，咱厝后面呢，时时爱保持清气，吼、哦，注意囡仔较有聪明，较有智慧，嘿，哦，即有一寡人啊，身体内面变个家内袂顺时诶，厝着愈哩哩啦啦，愈垃圾，愈垃圾咧，因果循环，家内愈袂顺，愈袂顺，这一定诶，吼、哦，厝着后壁两边啦，两化粪池，咱后壁厝后两边，搭水边化粪池，咱爱住和平。后壁正中央呢，一间厝的正中央呢，嘛唔通做化粪池，迄拢影响着囡仔智慧，迄影响囡仔智慧，哈。咱厝后面呢，别好平最好是放化粪池，化粪池呢，咱放到好平上好。咱化粪池哪会当到好平？哈，但不得已，你到好平的时啊，哈，伫两边啊，哈，咱无法度，咱就久久啊抽一届，久啊抽一届。落一寡盐类，落两三斤的盐类，吼、哦，会较清气，厝内底会较平安，吼、哦。厝的后边呢，别好卖厝，卖做假山，吼、哦。咱厝后呢，不要做假山，吼、哦。咱的一般的厝后呢，吼、哦，做假山呢是用好平做假山呐，吼、哦。厝后好平做假山的时啊，迄口的囡仔不听话，他靠换小人，换小人就对，吼、哦。厝诶后面啊，正中嘛无做水池；厝后壁咧，正中啊无做水池；厝后正中做水池诶，做水池咧，可能迄个平安会影响着，吼、哦。去年啊，吼、哦，我伫南投有一间一间工厂啦，一个头家，啊，我遐看厝，啊，伊厝后壁一直讲赞叹，伊后壁一股水是有够水诶，有够好，有够清诶，鱼仔饲诶有够大诶。我讲你迄阵现阵袂使，伊敢讲好。啊，佫无偌久咧，囡仔拍唔见，吼、哦，囡仔拍唔见尔，拍唔见咧，啊，连伊个好教育，到尾问题有够直直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啊，就当唔知有煞无煞，我当嘛唔知，吼、哦，当嘛唔知咧，就是讲我啊，你厝后壁咧，吼、哦，空地啦，水池啊，上个是卖，上个是卖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后壁，吼、哦，啊，厝里后壁咧两边咧，啊，要做水池。嘛爱往稳则做，那无咧，卖做
有当时失温啦，咱厝后壁两边要做水池来讲，有当失温去啊，失温啦，你甲做嘞倒死哦，唔是真正做鸡山做水池啊就好。啊，后壁你若做水池嘞，水淋头、水淋头啊，水淋头啊，水淋头壳啊，后壁这两个水落落去，水淋头壳，腰酸背痛头壳会破破，咱一个信徒啊，好伫丰源。吼、哦，伊是话真好个，啊，就去做一个假山，做后壁做了，伊个囡仔开始精神起问题，问题到尾，当当牙骨那要讲因老爸，吼、哦，牙刀要抬老母，抬老母老爸，老母要大声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后壁，嘿，啊，精神嘞，吼、哦，起问题嘞，迄阵当当嘞要去我厝，要去我厝嘞吼，哦，我起来就坐嘞，伊就在他们坐嘞讲讲，心情暗讲个未讲话，啊，未讲话坐，你干啥代志？唔知。甲问个当，恁兜到底唔知，恁兜方圆到底唔知。吼，我感觉有，我再去因厝看，我讲啊，互你理解，恁爸爸讲，厝后壁即个池啊，佫兼做游泳池，啊后壁做佫做假山，吼、哦，你这根本囡仔都头壳都伤着啊，你哪要做这個？伊讲，我那我都请先生看，讲安尼才会发财，你这财发着有啦，有发财无唔对，财发着囡仔命无呀，吼、哦，你大行个，吼、哦，感觉 听到即句话嘞。即无当要安怎闹掉我哦，老师你不要较早来嘞，你不要恁较早来，我就先了百外万。吼、哦，我你若无安尼做，我袂来恁兜啊。你若无安尼做，我袂去恁兜。吼、哦，你若无你囡仔若无安尼，我无法度来恁兜、哦。谢谢哦，有一个缘分，我才我到恁兜，无我唔知恁兜遮水，唔知恁兜遮水，伊讲你不要较早来。啊，到尾有啦，这种两条嘞吼，啊，就皈依伫门下，吼、哦，皈做地主，皈依了嘞吼，啊，家己伊这里叫做我来结婚啦，吼、哦，生两个查某囡仔，一查甫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都正常嘞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咱厝后做水池啊，室温就足歹，咱就不宜，咱就莫开下钱，主要钱摕做救济嘛，袂歹啊，吼、哦，咱厝后边嘞，咱唔通放这个石磨啊，石金箍，吼、哦，啊是。诶，丝线啦、铁网啊啦、砖啊角啦，吼、哦，即咱都唔通放，拢唔通放。我咧伫真侪年以前啊，吼、哦，咱一个信徒，吼、哦，伊就伫即个住伫嘉义中埔，啊，即屋山咧，脚踏片咧，拢真重啊咧，安尼吼七八年，足艰苦，拢真重，啊，食药食无效，啊，去问神咧，拢讲怪祖公安尼做，祖公安尼作怪。拢因祖先咧作怪，吼、哦，有够冤枉诶！祖先啊，我讲吼，恁祖先生意是有够衰，有够衰啦！你家己诶问题啦吼，结果怪恁祖先，逐项怪恁祖先，吼、哦、啊！有一天啦，恁囝仔甲你怪是咩啦？哈！我甲拍落去，咩啦爸？无身体啦，甲你离婚尔啦，伊也无怪你阿爸。将心比心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恁就是恁兜后壁，后壁你房间门。房间伫困的后壁，是毋有石磨啊石金箍？吼、哦，伊就是摸一粒足大粒石金箍咧，囥在后壁较凉，晒照入去厝啊。啊，尾阿妈是下晡时咧，石金箍咧，伊房间困的，啊房床脚吼后壁房间咧，大粒石金箍咧，囥在后壁，在遐蒙坐，结果咧对伊完成地了，脚踏片排八年哇，艰苦甲恁拢足重，安尼行袂起啊八年哇。吼、哦，还可以我恁祖先啊吼，互你冤枉八年。啊，拢变！啊，甲厝边一个好兄弟啊，厝边一个好兄弟个，啊嘛去互拉着，讲牵拉迄阴个好兄弟啊，伫甲作怪。我讲你若无结完仇，你作怪。吼、哦，就是迄个石金箍，我叫伊刷掉了以后咧，全好伊。吼、哦，我转去烧香，传去甲拜拜咧，好兄弟啊，甲找死你，甲作我找死你。吼、哦，我唔知影吼，啊你无见怪。吼、哦，啊再去找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后壁放石金箍。啊，囥个乱糟糟，啊，有诶囥茶棍啊，即个都王老师，因妈妈脚踏片拢那像钱伫插安尼，啊，就是房间后壁，咱床脚吼，倒个茶，滴个尖尖物拢摆咧后壁，啊摆后壁咧，后壁咧都摆咧，啊伫都贴茶，结果伫后壁咧，脚踏片拢像物件插，安尼足艰苦诶。啊，我去德山呐，遐卡伊阵去遐看了，叫烧了全好诶，吼、哦，即爱注意，咱着烦着爱注意，嘿，咱今日即节早起诶课程到遮。结束，下晡才开始。